准备吃面条喽。有天我睡醒，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，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。可当我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寻找你，留下的只有带着真棒。来，再来一个，过来，再来一个。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是我不温柔还是不够洒脱？这一场爱哪怕有些困惑，只要你给我一
我吃一口吧，就一口。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，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，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。沐浴露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与毛少压压，水温刚刚好。泼泼水来搓泡泡，今天真是美妙。大声唱歌扭扭腰。你说你喜欢